这个我们来了解佛所证得的庄严法相，但就是我们瞻仰就自然会起清净心，它所放射出来的那种身光啊，身上的光芒，让众生看到的时候会自然有一种很宁静很宁静的感觉。这个都是透过累生累劫不断的修持所呈现出来的果德，它不是凡夫俗子我们可以心思口意的。但在这里面呢，当我们处在一种很宁静的状态之下，自然人就会回光返照，自然就会去想到，我为什么之前这么烦恼呢？我为什么心胸这么狭隘呢？我为什么很多事情看不透呢？这种其实每个人的佛性啊，它都是很宁静的。你只要能够让心稳定下来，没有杂思杂想这些妄念，自然整个人身心污秽或是任何的起心动念，都会很明白的现在自己的这个心里面，会感受得到。很多人一直是在外头，就是在环境里面、事件里面纷纷扰扰、纷纷扰扰。这个地方讲到药师如来他身上所放出来的光明，这是光芒，会让大众看到他，六道的众生呢，六道众生看到他的时候会回光返照，关照到自己污秽的身心，污秽的身心，然后警醒，警醒自己，我真的可以如佛这样吗？他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这个时候警醒自己，有意愿也要学习。这个经典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举例，等一下补充资料给大家听。所以当我们看到原来自己身心是这么的这样的残浮不清净，然后看到有的人他就是这么干干净净的全身放出光芒，自然会了解那个是一个不一样的修为，就是精神层次法身慧命。所以想要净化自己，让自己所有的一切明明白白，那如何会成为如此？当然就开始会去追踪，开始会学习，学习啊，这个人，那当然这个地方指的是药师如来，药师佛他所有的理念，他所有的行为，开始了解之后，基本上就会知道，原来这些修行人，他最基础的是从克制自己的欲望，让自己的精神提升纯净，之后行为转为慈爱，从己出发，慢慢的清净起来，也可以影响他人。只要有到达那样的能力程度的时候，就完全不假思索，你会幸福的，他不用怀疑。那这里面举例说，当时释迦牟尼佛，那弘法有一天呢，他就走到一个街上，走到街上，然后听说这个村子啊有一个老婆婆，她这个老婆婆啊，她只有一个儿子，可是这个儿子不幸啊，这个有个意外死亡了，这个老婆婆非常非常的伤心啊，她伤心哭泣，然后最后得了失心疯。那印度是一个很热的地方啊，他得了失心疯，就把自己的衣服都扒光光了，然后在这个大街小巷里面就嚎啕大哭，一直在找儿子，谁可以帮我找找我的儿子啊？我的儿子在哪里？全身赤裸裸的，然后他也不知道。那这个时候佛呢，他刚好走过这个街上。那佛走过街上就看到这个失心疯的婆婆，老婆婆，那迎面就跟她对上了。对上的时候，佛的那种慈悲，佛的光明，佛所有一切一切的温和，那个修为啊，这个失心疯 的老婆婆一直在找寻着她的儿子，痛苦啊。
可是他的眼睛还是有发展出他的作用。这个时候迎面而来，这个老婆婆站到世尊的跟前，看到世尊，他竟然愣住了。你看世尊的相好光明，他竟然愣住了，愣住的在那里，自然的就跪下来向世尊礼拜。一拜下去，哎呦，原来自己赤裸裸的，一丝不挂，于是他就没敢再站起来了。这个时候，旁边的阿难还是舍利佛，那世尊就跟他比一下，他们于是就把外衣呀、袈裟的外衣呀、脱起来，帮这个失心疯的老婆婆给盖上。啊，这个老婆婆羞愧万分，她根本就不知道她怎么变成这样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这是一个事实的记录，我们可以知道，修行好到某一种程度，佛菩萨他全身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光明，他让你很自然很自然去纳受，看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他是非常的圆满，非常的清净，非常的干净，不是我们世间那种污秽的，带着一点，有的人你一看就知道啊，那个人心思不正，有的人一看你就知道烦恼啊，这个眉间深锁，有没有？有的人一看呢，张头鼠目，那都是一个内心不够洁净，身心不够达到净化的程度。另外还有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说，我们修行好的时候，它可以摄化众生。在楞严会上，楞严经会上，那在楞严会上对谈，世尊就问阿难说，你当时为什么要跟我出家？阿难就回答，当时我就是看到世尊你的32相80种好，你那样的光明见佛相好光明，于是我就毫无怀疑的要跟随你出家修行。因为在整个皇宫里面呢，这些堂兄弟们跟世尊很多都是从小一块儿玩长大的。当世尊进入苦行林去修行，当世尊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时候，他所有的相貌都不一样了，他已经不是以前的那种样子。所以阿难会因为世尊的相好光明而产生了极大的清净心，想要跟世尊修行。虽然世尊还是骂他攀缘了，这也是着相的一种。话说我们在看这个相哦，如果说我们以世间人身上是没有所谓的光明的，那身上呢所有都是所谓自己污秽的心思所展现出来的啊，那种畏畏缩缩啊，移情啊，就怀疑啊，那种不光明的样子。但是呢，世尊他在活着就是说我们人跟人相对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生活所有点点滴滴是那么的光明磊落，所有一切都是跟僧团一起活动的。大众从早上就看到世尊如何的作息，大家一起这个在一个区域范围里面共同生活，这是一个僧团的戒律。那所以他没有私人的其他的这些所谓众生私下的一些行为。那在里面呢，世尊成道之后有5个比丘就在这个鹿野苑，最早有5比丘那5比丘是净饭王派他们守在世尊苦行林的外面，然后一边跟着世尊一起修行，一边好督促，好给他做一些比较必要的支援。世尊成道之后就去度5比丘，里面最有名的就是乔存如。那在里面呢还有一个叫马胜比丘，他的名字叫阿说士。这个马胜比丘就是世尊最早度的5个比丘之一。当时世尊开始转法轮弘法，弘法呢很多的外道
当时这个佛陀的教派，就佛陀的佛法还没有被大家所接受，所以那个时候有拜火教的啦，然后还有诡辩派的啦，什么的什么的都很多。那个时候的舍利佛，舍利佛就是佛的大弟子哦，舍利佛。当时舍利佛就是诡辩派里面的伟大的人物，他有弟子很多，他也是在那里的这个头头，也就是师父的意思。当时呢，这个舍利佛其实不管他再怎么会狡辩，他自己心中知道他不是真正的彻见所有的真理，他心中是有矛盾的，他心中不宁静的。所以在舍利佛一边啊，他之前跟目犍连两个好朋友就讲了说，以后你如果找到好老师一定要跟我讲，我找到好老师一定要跟你讲，我们一定要去好好的参学，好好的让这个好老师来教导我们。他们两个就是良性的良性竞争，神通啊各方面都会彼此言谈佛法。话说这个马胜比丘有一天呢，他就出去托钵，那他本身呢就是非常的庄严威仪，非常的好，那非常的好，他托钵走过的时候，这个舍利佛啊，诡辩派的总是自视蛮高的，你什么事我都有办法跟你辩啊，不容易降服。他就看到这个马胜比丘怎么这么庄严呢，真的很庄严威仪够，然后他想说他的师父把他教得很好，他就去问，靠近跟马胜比丘问说，你的师父是谁呀？他都用什么样的道理来指导你们？这个马胜比丘很庄严的回答，我的师父啊，叫释迦如来，就是世尊，他是如何的教导我们？他说，我们师父世尊说，诸法从因生，诸法从因灭，就讲因缘法，这世尊体悟的宇宙人生的真理，因缘法。然后舍利佛一听的时候愣住了，因为你会变，你从来没有去思索它整个因缘的走向，而因缘这个过程有生灭生灭生灭，你只是就着事相里面去看是非对与不对。这个时候舍利佛忽然忽开心眼，这个道理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跟人家辩辩辩不懂得的道理。然后这个马胜比丘怎么能够这么庄严？于是这个舍利佛，佛的大弟子哦，以后成佛叫华光如来哦。所以这个舍利佛就跟随着马胜比丘回到竹林精舍去听世尊讲说佛法。听闻之后当下他这个身心啊尘垢脱落，证得法眼净。因为他是有修的，他已经在生命里面的很多现况都有一些自己的反思，都有一些自我的修正。所以你说这个庄严能不能度人，是可以的。马胜比丘就是因为他的庄严的这个威仪而度化了佛的最大弟子舍利佛。话说舍利佛还把目犍连再度进来，对不对？所以佛的弟子有1250人聚，里面舍利佛如何帮助世尊来管理这个僧团，他是被这个32相80种好佛的所有一切教导弟子的时候，弟子所展现学习的威仪给摄化了。那我们说这个威仪啊，你只要修不对的时候，它的答案是不一样的。你如果内心是清净而慈悲，你本身由智慧展现出来的东西，它的庄严看起来就是稳定的，他就是稳稳稳稳的，你跟他在一起啊，跟这种修行人在一起，你就会自然心里是很平静。那有的人呢，虽然口沫横飞，可是你感觉上就是有一种浮动，不够宁静。
那如果是你以世尊世间的啊，我要好心肠，我要帮助人，那内心的这种自我修饰，它出来的是俊俏美丽，而不是庄严，它不能够让人家有那种宁静的感觉。这说个故事，说个故事，也就是《楞严经》的缘由啊。这《楞严经》是怎么来的呢？就有一天呢、啊，这有这信众啊，就是有长者，他来礼请世尊啊，世尊去应供。那世尊就带着僧团里面大部分的人啊去应供。那天呢，阿难因为有其他的事情啊，其他的事情他就不在这僧团里面，所以他没有参加这个应供的时间啊。那他出去办事，那出去办事啊，他口渴了啊，差不多要到午斋的时候啊，那口渴，他就在一个井边啊，这锅子好锅子呀。在井边呢，要去捞一点水喝。那在井边呢，有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叫摩登伽。那这个女生呢，她刚好在井边掏水。那掏水，阿难就站在旁边。阿难就跟这个摩登伽这个女生讲说："你能不能布施一点点水给我？"那这个女生当然好啊，她还是很害羞的，眼睛往下看。往下看呢，他知道这是个出家的沙门，他跟我要一点啊，拖一点水，他就说当然可以，然后就把水摇到阿难的钵里，那就摇到钵里了，抬头看到阿难，哦，实在是太帅了，于是他的整个心花怒放啊，他看到阿难的时候。怎么有这么人间的美男子？因为阿难长得很庄严，他又是王子，他也是王子啊，细皮嫩肉的，也不用操劳风雨啊，对不对？出家之后又是听闻佛法，坐在世尊的跟前，当然也不会有世俗世侩的那种所谓不当的言行。可是呢，阿难就不是像世尊，就是那种让人家会尊敬、会降服而不敢侵犯那种干净的东西出来。话说这摩登伽女看了阿难之后，哦，她知道，因为阿难很有名啊，她回去之后就茶不思饭不想，得了单相思啊。然后这个摩登伽女啊，第二天呢，就心里想说，我还没够给个灯了丢了。要去再去碰到这个阿难呢，我实在太喜欢他了。于是他就在某一处就是一直在寻找阿难。好，那又碰到阿难，因为出家人嘛，好，就是这样，又碰到阿难。他碰到阿难的时候，哇，他就开始就跟阿难搭讪了。好，那这个阿难呢，也不知道如何拒绝啦。阿难就是这个上面心肠软了一点，查某缘较好啦，心帅。那这个摩登伽女回去哦，这个单相思的病更为严重，就跟她妈妈说，都不吃饭了，茶不思饭不想。她妈妈问她说："你到底怎么了？"她说："我快死了。"她说："那我怎么救你？"她跟她妈妈说。你哦，去找阿难来给我当丈夫，这样我就不会死，因为我太爱他了。他这妈妈的头好痛啊，心里想说阿难也安呢，再见几次面就这样。于是他这个妈妈就直接的去找世尊，他说我女儿得了相思病，因为他见到阿难呢相好，这个庄严的这个法相啊，他太喜欢他了。他跟世尊说："能不能把阿难哦给我女儿当丈夫？"这个世尊呢，这怎么回答呢？对不对？讲尬了对了哈。然后这个世尊当然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做正面的允诺。话说这个摩登伽女的母亲啊，左想右想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心里想安慰一下女儿的相思病好了，于是呢就求了一个咒语，那咒语就交代这个女儿啊，那想办法
把阿难引到自己的家里来，引到自己家里来，让这个女儿满足一下啊。如果能生米煮成熟饭的话，也顺理成章。话说阿难呢，在这个过程呢，就被诱惑，就跟他说：“哎呀，我女儿生病了，你要去看看她呀。她为你而怎么样怎么样。”这个阿难还是慈悲的，但是这个慈悲是烂慈悲。像我们的戒律里面哦，就是男众是不可以独自跟女众说话，是不可以一个环境里的空屋里面啊，就是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时候，男女独自相处，说话都不行的啊。那这些话说，阿难就去到他家，于是这个咒语发生了作用，这个咒语发生作用，这个摩登伽女就跑到就是里面屋子里面房间里面。房间里面，然后阿难呢就进了他这个屋子之后呢，因为这咒语发生作用，他妈妈跟摩登伽女持咒，于是阿难就昏天暗地的啦，不知所云的，就跟着这样进去，于是再把他招呼到房间里去了，开始进行行动。那这个阿难呢，这个正念呢，这是定的功夫啊，年轻嘛啊，少男少女的。这个阿难呢，当时啊，差不多也忘记自己的身份，可是他心中有一个念头，就是说：“世尊救我啊！”他心中有一个念头，说：“我怎么会这样？我是一个……”还心中有记着他是一个出家人，是个修行人。世尊救我！那这个时候，世尊在遥远的地方，他知道阿难这个戒体快破了，有点危机。这个时候就叫文殊师利菩萨用神通啊，以神通力啊，这个现在阿难这个摩登伽女的房间这边，然后把阿难叫醒之后，再把阿难带回去僧团。于是阿难就开始问啊，惭愧忏悔哭泣啊，问世尊说：“我怎么出家了之后还会被淫女所惑所迷惑啊？这个分寸没守住，要不是世尊你派文殊师利菩萨去，我都差不多去啊。”这个样子。那这个地方啊，话说这个当然就是我们在讲说修行人到不可犯的地步啊。那话说这个摩登伽女啊，阿难没有跟他完成所谓他想要的这个以身相许，然后生米煮成饭作为夫妻，这个摩登伽女就直接去僧团跟世尊讲说：“我太喜欢阿难了，阿难，我要阿难给我当丈夫，世尊请你允许。”世尊改应和，大家云吓一跳，世尊就回答他说：“好，你这就世尊厉害的地方，你就到这里来出家，一年后我把阿难许让你成为你的丈夫。”哦，这摩登伽女回去就非常的开心呢，个包括款款的跟老母说：“我要来去出家。”那这个母亲啊，她头大了，你三个都不重要啊，妈妈什么都不重要了，现在为了一个阿难，你要去出家。这个摩登伽女啊，她就真的去了，世尊就为她落法，她就变成比丘尼了。当时僧团的规定，比丘跟比丘尼是分开住的。一个是说：“哦，你脾气真好看啊，每天可以跟阿难朝夕相处。”殊不知，比丘跟比丘尼僧团是分开的。那这个时候呢，摩登伽女刚开始进入僧团的时候，是千思万想啊，就想要再见阿难一面。可是他看到，诶，奇怪，怎么这些出家的比丘尼完全都心思都不放在男女这上面，完全没有，也没有欲望，也不对男人起兴趣，怎么只有他自己在这上面非常的思慕而翻滚？然后日子慢慢过，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了之后，这摩登伽女慢慢去发现，他这种其实是属于一种自我的欲望，因为世尊有讲很多很多的法。那到半年的时候，摩登伽女
有一次啊，世尊就为他说法，那终于他有悟开，他比阿难还早悟开呢。那这个地方呢，摩登伽女悟开，就当然里面有很多的对话啦。世尊会问他，开始他进去跟世尊讨要阿难当丈夫啊。那世尊就问他，你到底爱阿难的什么？他说，阿难的所有我都爱，你看他的眼睛我爱，他的鼻子我也爱，他的嘴型我爱，他所有的地方我都爱。然后世尊跟他说，这个是在男女的欲望里面呢。那你看男女交媾有这个秽物啊，生了孩子之后你要就是要照顾他，你要付出啊。那你这个男女交媾的恶露，其实那是不敬，生了儿女之后还你要不断的操劳操持。那在这个就是世俗的生活，他活着你快乐，他好你好，他死了你痛苦啊。然后这摩登伽女当下其实他有一些懂了，可是他心中一意想要一年后跟阿难能够圆房。话说半年摩登伽女就悟开了，悟开之后阿难就问世尊，阿难问世尊说，我跟摩登伽女过去是有什么因缘，为什么他看到我的时候就会对我迷恋，然后我竟然也没有办法抗拒他，那就是修了不够特地，对不对？然后世尊就跟他说，你跟摩登伽女过去有500世当夫妻，嘿，实在有够邪的邪啦，对不对？500世当夫妻，所以摩登伽女在这个人海茫茫当中，一看到你的时候就直接认定你就是他丈夫，因为我带着过去生过去世的熟悉的感觉。然后你自己在这个修行当然还不见真章嘛，他对这个欲望的这一块还没有整理出来，所以人呢，你只要一个偏差的时候，一个偏差他的答案就不一样。那这个地方就是给大家知道，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如果你是出离心，你是修行的是清净心，那么你所展现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这第一大愿生佛平等愿，从药师佛当然举到很多例子给同学听，那举一个例子听故事啦齁。那你就会知道你以后怎么修。有一个女生啊，跟一个男同学啊，那两个就是台北的某一个大学啊，是大学的同学。那这个女生呢，长得干干净净的，非常的干净。那这个男生哦，他很喜欢这个女生，他的喜欢就说不出来的喜欢，他就当护花使者这样。大学四年结束要毕业的时候啊，这个女生啊，因为她每天都会去接她，她女生还有一个妈妈啊，两个很亲近的过日子。然后她每天，她就心里想说，我当了兵之后我就要娶她，这她自己想的，她自己想的。这个女生就想说，这个男同学真是慈悲啊，这样的照顾我啊，也是想法不同嘛，对不对？然后呢，大学四年毕业了，他毕业了有一天啊，他就再去找这个女同学。这女同学就说，你明天开始就不用来我家了。他吓一跳，他说，怎么啦？你们要搬家吗？他说，不是，我跟我妈妈要住到道场去，我准备要出家。他听了如五雷轰顶，他听了真的是难以想象，怎么这四年来我日夜的陪伴在你身边，让你不受任何人的干扰，大家都认定他是他的男朋友，可是他心中只是觉得他是一个很慈悲啊，在照顾我的大哥哥一样。于是呢，他就跟他说，你不用来了，因为我跟我妈妈要去出家。那他就心里想，怎么会这样呢？他就好痛苦好痛苦痛苦啊，这个女生就走了。然后他的同学就一直猛安慰他，他同学说，你为什么这么痛苦？你是跟他发生了什么关系？他今天抛弃你？他说，冤才冤到这里，我连他的手都没摸过。知道意思吗？我连他的手都没摸过，我
根本都没有亲过他，我什么都没有动过他，可是我为他付出了4年的感情，他今天走了。这个就是不同的内容，修行不同。这女生过去生过去是持戒，她本身有一种光芒的法身慧命啊，就清净的东西，所以这个男生他只会守护他而不敢动他，对不对？这个就是修行的过程的一环节啊。那我们说药师佛他修行到他生命里面展现所有的光明，32相80种好，让众生看到的时候就能够从自己被震慑，要庄严自身，这样来自我发现之后，自己修行里面又可以影响他人，这个就是佛的功德力。佛的功德力，只要看到我，佛的愿里面都有，只要看到我或念我的佛号，念我的名号，就会如我一般那个清净现前，这个是功德力才办得到的。好，那我们举这个很精彩很多啦齁，来大家翻到第18页。那第18页齁，我们就是来了解他说佛啊他有成就32相齁，80随行好。那这个32相啊，我们都慢慢来了解啊。我们一般来看呢，庄严啊都有它的圆满相状。那为什么佛会跟我们不一样？这是在指佛的应化身。以法身来讲，它不谈相的啦。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啊，这个是《金刚经》里面讲的。所以说，以精神层次的话，他不会去着自己的任何一个相，他不会因为要怎么样，所以才去做什么样的事，导果为因。哦，我知道他声音很好听，原来他是梵呗，所以我来学梵呗啊，那样子不对的。啊，比如说他为什么长得那么庄严，原来他过去生过去世是在佛前有香花供养啊，所以我现在要去佛寺今来买香花供养，我后来生比较水，这个是导果为因呢，这就不对。那佛要讲他应化身的32相，这也是所谓庄严相好庄严，是因为他有做这样百劫修啦，千百万劫在修菩萨行的时候不着相哦，清净，所以自然感得这样的圆满32相。那我们这个地方就要了解一下，他这个地方的32相跟世尊的32相是一样的，所以佛都是一样。那我们了解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他的应化身有32相，这个32相呢是转轮圣王跟佛的应化身所具足的32种殊胜容貌跟微妙形象，又叫做32大人相，与80种好，80种好就是很微细隐秘，不是你在外表就看得出来，合称相好。那这个32相呢，在这个地方啊，要跟同学做介绍。他说足下安平立相，就是足下平满相，就是一些脚底啊，肉很平稳，那很满，脚很厚，那这个两足掌下跟这个手啊，皆悉平满，足底平直柔软，安住密着地面之相，就站得稳，行得正。有的人这么大脚色这个都站不住，对不对？那有的人呢，当然呢，大家做粗活那也会有脚的一个形状。那世尊呢，他也没做过什么粗活啦，可是他因为僧团呢大家要出去托钵，怕误伤这种小动物啊这些众生，所以都是要托钵，是打赤脚的，赤脚来回这样走动。所以世尊是修行之后才开始真正的这个脚是踩在地上的，要不然以前当王子大概也不用嘛，齁、哦。那所以他这个足下安平立相是怎么来的啊？系佛于因为行菩萨道时修六波罗蜜所感得之妙相，此相表引导利益之德，也就是为什么他能行得正，然后站得稳，是因为他当菩萨的时候，
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每一支都圆满的修持，圆满，所以最后成佛。你感得就是这样的庄严相。我们看那个佛像的时候，我们看看这个佛像是不是假巴卡，是不是？那佛菩萨都这样啊，他这个脚看起来就不会像我们那种贫穷啊，那种骨骨的那灵骨，或者是说那种看起来很生病的样子，哦，都很福态。那这个当然就是在讲，重点不是在讲他的样子，而重点是他感得这样的一个相状。这个是足下，我们32相如果自己读也行啊，但是最主要我们还是有一些重点可以提出来了解。第二个叫足下二轮相，叫千福轮相。足心现意千福轮宝之肉纹相，此相能摧伏怨敌恶魔，表照破愚痴与无明之德。好，那又讲这个手足也一样，手掌轮相啊，这个大家都难以了解，就说我们手有手纹，脚有脚纹。那世尊呢，他特别的，他是在足心呢，足心的地方就有一个轮，就有一个轮，回去检查看看是无魂的啦，一两条尔，像这些，好，那这些它就是很自然的这种纹路，甚至手的纹路啊，也都是一样的完整。那我们小时候大家都会看是是残雷啊、笨鸡，对不对？啊，就看啊，你有几条残雷，几条笨鸡，好像很少人像世尊这么圆满啊，这是所有的一切一致哦。这是右旋啊，这种千福轮宝的肉纹像。那这个呢，这个都是为什么它是没有逆行的，没有逆转的。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行为常常会有顺，你有意愿跟没有意愿的时候，也有无明，有时候会颠覆自己，会颠倒啊。那这个上面你摧伏怨敌，就是有不对的，你能够顺向，你能够顺理啊，随顺众生的根气种性，运用各种善巧方便把它度化，你的心从来没有打折扣，没有打折扣哦，而且能够破愚痴跟无明，自己的愚痴，自己不懂的地方，真正有真心去真实的去修，所以你感得这样的庄严啊。那这就是我们要读的内容。不是阿棒了，看到人，你手存在我看啊，断掌，你在科夫科子，啊不，你讲啊，你的生命线太短，啊不，你事业线如何？人都是在看这些相啊，着不着？着啊！啊，相片的话，你都会先看谁？你都找自己了，看多着相，就这样子。以前呢，还有听说过有一个人，他进入修行的时候。他就要进入修行，他就想说，我都这么着相，冰箱上面都是我的相片，相簿里面呢，每一个我在哪里照，我都这么清楚，我要修行了，这些东西我要破除，于是呢，就把相片销毁，销毁到最后呢，就留一两张做纪念，意思还有做纪念了，对不对？做纪念啊，等到后来他修行了，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再拿出这一两张来看看，过去我长得也还不错，表示相还没脱落，对不对？就是有逆转。我的意思就是，这就是逆转啊。那我们有要帮助别人，不帮助别人，有关系，与我没关系。我意愿如何？有没有办法恒常一致？恒常一致就是平等的，在这里面都是满分的。帮的办法有很多种，可是你出发心内心的那个心。是一直是恒常一致，那这就是没有逆转啦，对不对？那自然就是这样子。那有的人他会秀抖，有的时候办得到，有的办不到，有的不愿意办。上海你搞个工都会塞，这件事我不塞，我这回不会帮你啊。他会有这种人会有这种冷冷热热、起起落落这些情形。但是佛呢，他在六波罗蜜。是圆满的。我们再看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生命里任何众生有需求的时候，你都可以布施，而且是持戒的。我们还不谈后面忍辱哦，
意思是说什么？今天他有物质需求，我物质没办法满足他，我的心念就要祝福他。我是不是精神上的回向？是不是也不逆转？那今天有一个人贪得某一种情况或怎么样，你没有办法满足他，你并不是，或是说为了要给他一些明白的道理，你并不是跟他做对立，也不是鄙夷他，而是内心要告诉他这个状况的内容如何，内心是不逆转的，这才会感得这种那种千佛轮相。